现在干嘛？现在去干嘛？啊，现在去哪里？调一下视频、音频，音频稍微小一点。OK。键位，看一下键位，有键位吗？没有，没键位啊？不是吧？现在要干嘛 ？This is the hack spawner area. 治疗。Hacks grant offensive, defensive, or movement capabilities. 我靠，护球，这置身于保护球中进行弹跳。Weapons and hacks can both be upgraded in a process. 哦，就只能带两个技能。Trademark and patent 交换。If you find a copy of a weapon or hack you already have in your inventory, 冲击波瞬移。You can fuse it, creating an upgraded version. 这里又是干嘛？一、二、三、五、六，六个，但是有六个技能。这鼠标有点太灵敏了。鼠标水平垂直。稍微调小一点。这样好一点。侦查、侦测、隐形、地雷、护墙，就是六加六个加五个，这里面应该还是有一个的，有可能是这里应该才有一个。有枪吗？枪在哪里啊？融合物品栏中的物品在这，就是融合哦，在这好像，枪好像是在这。看一下有什么枪。爆弹。试一下。我靠，这是。这感觉是在打雷神之锤啊。这差不多好像。有什么不一样吗？哦，可以融合。这个没子弹了，直接就打一发就子弹就没了。哦，这个只有一发。这个也是只有一发。这个是九发，这是五发啊，那肯定是一发是最多最厉害的，肯定是啊。按照这个原则，这个是弹药，这是什么追击主机枪？换个主机枪看。Better safe than sorry。75点伤害。75打头是75。打升级呢？打升级没看见。50打50啊，打身体是50，打小鸡鸡也是50，打腿也是50。看一下打多少枪能挂掉一枪。这爆头要两枪，打身体了。没弹药了，去拿一下弹药。打身体一枪，两枪，三枪，打身体要三枪啊！这个枪叫做五号方案，换一把吧，五号方案。这里有个蜻蜓，这个是主机枪吗？这个好像不像啊。这是什么枪啊？好奇怪啊！这个枪好奇怪啊！看他有没有介绍，没介绍，没介绍。Working our way up。没介绍。好奇怪，这个枪可能是一单发的，就是那种 SKS 之类的那种。好奇怪的感觉。试一下这几个，看一下伤害怎么样。
这个看起来像是范围的范围，确实范围，它是可以打几个敌人的，这个就不行，这个就只能打一个人。哦，也可以，也可以打几个，你看可以打两个，也是群体的，也是群体伤害，这个。这个好像不行，这个看起来是只能当单发。哦，那我大概懂了，反正主机枪要拿一个，主机枪肯定是要拿一把。按照这个打这种射击游戏的一个惯例啊，我靠，卡特里，牛逼！射速还是挺快的，但是伤害很低。每发只有四的伤害，四点的伤害，算一下几秒打死一个人。1、2，好，换子弹。我推算了一下，五秒杀一个人。1、2、3，哦，可能三秒就搞定了，三秒吧，三秒左右杀一个人。这里有一个，这一把的话，类似是那种什么微冲。微型冲锋枪。也是三秒啊，三秒左右就可以杀掉了。杀掉这个靶子啊，真实的人不晓得。这个枪不好使。这枪属于是步枪吗？不是，这个还是用这个比较舒服。OK， 大概是这样了。枪大概是好的，哎，这边还有东西，那边是技能，这边是枪，这边是啥？哦，近战武器，近战武器可以开枪，还有突破的路上，这是什么？哦，这是技能，这就是你一个宝箱会弹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个开箱子。这些枪我都有了，现在我拿两把枪，一把主机枪，一把那个微冲吧，应该是属于。接下来要干嘛？这个教学完成了吗？我也不晓得。竞争者行为准则是什么？应该是完成了吧，这个教学。Welcome to the Hyperscape Hub. This is your point of entry to a world of imagination. Curious where you stand in a season? 战斗通行证。You can check your progress and status here to see how close you are to obtaining the season's top flight items. Are you? 换个妹子。This is also your social hub. You can connect with your friends here. 表情没什么用。And when you are ready, 勋章。没什么用，武器啊，就是这些。刚才用到的，在这里可以看那个详细的一个数据，应该是有详细的数据吗？没有了。没有数据看的，这个就有点不太对劲了。啊，打一排先看一下，我看这怎么打，怎么匹配啊？开始。市场是干嘛？哦，买皮肤的什么的，看一下它的价钱是多少。新手包60 CNY，就是60块人民币。这买个皮肤要多少钱？900，就差不多60块钱。操，太氪金了。勇士殿堂是什么？哦，这是一些数据，就是你打，就是打了每一盘下来的一些数据。这边新闻与更新，战斗通行证没有，这些是什么？组会哦，小队，看一下最多是
最多是三黑啊，看起来好像是。开始吧，小队三人啊，最多是三人，这个就跟那个跟那个 Spill Break 那个是一样的，就只能三个人。在这场什么什么小队模式，禁用小队模式，而我现在都不知道是哪个键是讲语音的，他也没找得到吗？看一下视频通用账户音频语音聊天没说，怎么没有键位啊？不可能吧，这也太奇怪了吧。先来一盘，来个单人的吧。这还挺慢的。Welcome to Solo Crown Rush. In this brutal competition, it's every contender for themselves. 哦，然后呢？有人呢？你看有人呢？十三个，现在好像是有十三个人。大概是这，怎么说呢？不是最高的画质啊，就是最高以下的那个等级吧，应该是普通高，普通高的画质。怎么打到他身上没有打击感？20个人，哇！现在是要等待多少个人才能开始吗？他有没讲。这个匹配的时间有点久啊，因为他已经这个游戏好像是八月份就可以玩，八月份，因为暑假的时候我比较忙，就没有玩过，没有玩过，所以说现在有还有多少人在玩也不晓得。怎么就没有键位呢？有点奇怪哦。我连哪个键是语音我都不晓得，要不就 T， 要不就 V， V 不是哦。这个是物品 ，G 是物品，试不出来。How to 语音 ，How to get the voice， 可以打字吗？也不行，打字不行。哇，地图出来了。这地图看起来有点，30个人，现在有30个人，但是还不开始，还是不开始，要等多久啊？这游戏无限期的在等吗？不可能吧？哎，这里是看得到，这种风格其实有点像赛博朋克的风格，这还要等多久啊，兄弟？三十个人现在开始了吗？我一脸的懵逼，这种漫长的等待好无聊啊。哎，要开始，30个人就可以开始是吧？30个人，这等着也够久的，等他匹配等了很久很久。添加固定的标记。哎，这是随便这里乱跳的吗？靠，咋个整啊？跳到这个吧 ，MOMA 这里，
是什么地方？像看起来像一个博物馆，随便跳个地方吧，跳到边角去吧。第一盘我怕很快就死掉了，不会玩了，跳远一点了。哎，可以直接跳到这个阳台吗？没跳到，有东西拿吗？靠，一下来就有人了，这也太快了吧，兄弟！郁闷死了，怎么一下来他就有枪了？他跳的比我快哦！哈哈哈哈哈！落地成盒，我排了这么久下来，落地成盒。其实刚才是有一点机会的，就是捡枪已经捡到了，就是还没发出来就挂了，太惨了。第一盘最后一名，倒数第一名。好，现在是第一盘啊，已经是挂掉了，秒挂就是落地成盒。然后现在是第二盘。 Welcome to Solo Crime Rush。又要等30人，最少就是30个人，可以更多一点吧。锤你，锤你，这给点反应好不好？给点反应好不好？没搞明白，这个地图是咋回事？啊，刚才就是跳这 MONA 这里挂掉了。就是挂掉，第一个挂掉的地方就是在这。Let's get over there. Incoming threats. 红老虎是啥意思 ？Red Tiger. 风暴大厅。冰封大厅，皇座大厅啊 ，M O N A 是什么意思 ？T-Rope 是什么意思 ？Archers。你是大哥，够人了吗？还差两个，好了不，帅哥，打我干嘛？丢你啊！啊？这游戏不太会玩，这科幻类的都是不太会玩。之前玩了几个科幻类的 ，APS 英雄，还有这个。The Cycle 是不是 The Cycle？ 那个是这样念的，都是科幻类的，感觉不太会玩。Time to play contenders. Eliminate all other contenders. 直接跳了，我不想那么多。刚才是跳的比人慢，搞得我落地成功，超烦。这是跳快一点的。这个可以撤跳吗？这个游戏可以撤跳吗？这个游戏不是全不开的，不是全图的，就是一部分图的。我发现啊，现在去了一个菜市场这样的地方，跳到边角去吧。这个游戏有车吗？我靠！我已暴露，啥意思啊？没枪吗，兄弟？枪了喂！一下来就只有26个人了，刚才是30个。Shots fired. Contender on the board. 我靠！先拿个钱先。We have 25 contenders left. 他人呢？靠！怎么会有这种机制呢？ 25 left. 官方把你暴露出来吗？哎，枪了，兄弟！什么物品都没有呢？这个打你妹呀！怎么捡东西？哎，开不了！我靠，怎么没装备啊 ？Warning, sectors will soon be collapsing. 怎么捡装备啊？哇，要装备啊！这地区要装备啊！赶紧走啊！问题来了，我没有装备呀、啊。怎么捡装备啊，这个游戏。我的天哪。到目前为止我只有一个这个
这个应该是主机枪吧？啊，还是霰弹枪？哎，对面有枪了，对面有枪。哎，这里有什么？有护甲的吗？这个是有护甲的吗？我拿了技能瞬移。哎，别管，先拿个枪。好好好，这个枪好，换一把主机枪。哇，已经打起来，他们已经打起来。我们在哪里？我们在地图边缘了。现在还有17个。这个游戏没有装甲那些东西的吗？没有甲头甲那些，我也不晓得。可能是靠技能的，可能是打技能的。这游戏，这里有个主机，这个枪我已经有了。哎哎。怎么出去了？这个地方没有通道的。暂时来说没有看到什么敌人。我靠！打不过他，不晓得为什么打不过，反正没打过。13啊，刚才是30，现在是13。不管是重感冒还是干嘛，反正都得打游戏。再重的病也要打游戏啊！为什么我刚才会被他打死呢？是因为我被爆头了吗 ？It's good to see you, contender. Are you ready to test yourself in solo crown rush? Just you and your friends against all other contenders. 刚才没开几秒。我是被他爆头了吗？还是他那个枪伤害高一点？我也不晓得。能杀一个人就算我赢了，这今天第一次玩啊，12点之前看能不能杀掉一个人。这一盘的目标是进前10，还有杀掉一个人。28、30就开盘，就开局了，不是开盘，开局。31，这一盘比刚才多了一个人。开始的这个匹配的那个机制我不是很明白，这个游戏是有时候是30，现在是32了，33还没开始，是要等网络吗？是他们还有一些是还在卡，还没进来还是怎样？这个鞭子头我挺喜欢的。哦，这是顶帽子，看起来是应该是真的，不是帽子。我在现实生活中也有这一顶这样的帽子，张边帽子。One must always be smart about your landing choice, contenders. 要开始了，这一盘32，走了一个人，刚才是33，现在变成32了。Let the battle begin. Eliminate all other contenders. Secure the crown to win. 我想飞远一点，我不想那么快就死掉，没有体验感。这一盘的是在那个 Red Tiger 对，就在地图的中间 Red Tiger， 可以远一点吗？这个游戏特别赛博朋克的感觉。等我飞到下去的时候，可能已经死掉一部分人了。待会来个三排看一下，什么感觉？装备吗？地图不是很熟，
装备还没还不知道是分布在什么点。哎，这里有一个，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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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人要来了。One down。这个游戏怎么说呢？有声音，不去那边。这资源是这游戏这个资源是怎样分布的？我搞不是很懂。我有个护墙这样的一个技能。其实这个游戏的风格我不是特别喜欢，说实话。就是他这种怎么说呢？这种赛博朋克城市。有点太生硬了，不够人性化，太科技未来感了。但是他这种感觉又跟赛博朋克2077又有很大的差距，就是他这种感觉好像是应该是死气沉沉的感觉，死气沉沉感觉不是很舒服。这是什么枪？爆弹枪。换不换好了？换吧。这只有一发子弹。这是技能，这是侦察。侦察好像不错，换一个吧。侦察好像不错。侦察了，然后呢？怎么好像没作用？这地图怎么搞啊？拉不了了。The viewers have chosen the low gravity event. 人让我打一下吧，我好无聊啊。17个人现在。Be aware of your location, contenders. Sectors are starting to collapse. 走吧。16个人现在是16个。现在还没有刷新我的记录了，上一盘是13个人，现在。要是死了的话，就是破，比上一盘还要打得差。哎，这里有个技能，哎，隐形这个好，感觉侦察没什么用，感觉侦察没什么用。我有可能可以用这个隐形来杀掉一个人，说不定。战斗的声响，护球好像没什么用，冲锋枪算了。Be alert, contenders! A sector has collapsed. 换一个，换成护球吧。哎，好像有人，头顶好像有人。哎，有枪！哇靠，有个加特林，换一下。这个牛逼了，哎，这个也好，换一下。外面应该是有敌人，我好像听到脚步的声音。哎，有人开车。哎，好，干掉一个，我要。靠，人不见了。这个枪不好用，换一个。怎么我一出去他也不见了？这里有个人，丢！我靠，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挂了。打这种科幻型的就是这样。这次怎么说呢？就打出伤害吧。刚才，哦，十四点伤害打出来，是排第10。这个游戏有点，这种科幻型游戏有点玩不明白，真的没有那种实体感，就是子弹打过去了，没有那种实体感。
It's good to see you, contender. Are you ready to test yourself in solo crown rush? Just you and your wits against all other contenders. Get ready to deploy. 哦，开始了，这一盘也是32个人，30啊。感觉不是很爽。Let the battle begin. Eliminate all other contenders. Secure the crown to win. Hey, 不跳那么远了，跳近一点吧。反正远也是死，近也是死。还不如近点死好过远点死。靠，但是我前面已经是有敌人了，怎么办？我靠，我直接血没了 一大半，我直接走了，刚才那个人可能会搞我。哎，有车，可以开车吗？开不了，不知道怎么开，直接走吧，反正走这边。有武器吗？有武器吗？哎，血回满了。靠，有人，有脚步声音。靠，有脚步声怎么办？可是我现在没武器啊，怎么办？哇靠靠靠靠！哇靠靠靠靠靠靠！我丢！枪原来在房子里面。唉，这一盘不算落地枪。29，看来要进房子拿枪，外围是没枪的，原来刚拿到枪就被人杀了，丢！Welcome to Solo Crown Rush. In this brutal competition, it's every contender for themselves. 打完这一盘三排去。哇靠！这游戏怎么说呢？地图不太喜欢。哎，我突然想到啊，其实想到一个游戏啊，就是有日本有一个漫画，就是那叫做《杀戮都市》，其实它里面那个设定啊，非常适合做一个科幻型的吃鸡啊，可惜没有人做。你看他那个游戏，那个漫画里面的设定就是那种生存的嘛，而且要打分数，打了分数以后，通过积分来换那个装备，小的装备就是枪啊那些啊，大的装备啊可以开高达。我觉得那种模式做成一个游戏的话挺爽，而且他那个世界观就是发生在东京里面，发生在日本，那他直接可以拿现实中的城市来做。地图，可惜啊，可惜啊！做出来以后肯定比这个游戏好玩。33，之前30就开了，然后32，这一盘哦也是32，刚才明明是33，他是把人踢了吗？把那个第33个人踢出去了吗？他非要32个人来开盘。刚才落地成盒，这一盘要飞远一点了。刚才飞得近是落地成盒，不过刚才主要原因是没拿到枪。枪的话一般要进房子里面，好像刚才就以为在外面可以收到枪了，没收得到。这个游戏就是营造的这种都是很明显是赛博朋克的那种感觉。
哎，有一个人，飞远一点，飞到这里边去嘛。直接飞到这个东西里面去。哇靠，里面已经有人啦、啊、这个打个毛啊，靠，给个枪，给个枪，我那个去，没意思，三排去，三排，体验一下三排是啥感觉？靠，这游戏跳哪里都是这么多人的，打个毛啊！小队吧，来一个，来一盘小队的。哇，天黑了，又准备下雨了。Ready for squad crown rush? 看一下小队是怎样打的。By claiming and holding the crown or by eliminating all other squads. Hello， 有语音了。Hello。Hello。How are you？ 这个脸，你看他们的名字都是一样的，一个叫做什么什么什么六九，一个叫做什么什么九六，他们是双排嘛。Hello，Are you hear me？ 是。三排不知道排多久、啊、现在才十几个人。 Are you hear me? Hello? Are you a robot? Are you AI? Are you a human being? Are you a human?Hello?I am new guy. I don't know how to play this game. Please help me winner, chicky. Get ready to deploy. Neo Arcadia. 这人有点少吧、啊？只有十五个人啊，就开始了。What the fuck?是开全地图吗？也不是，我不太喜欢这种游戏。他开的都不是全图。喂，你们跳哪里啊 ？Where are you going? Give me a mark. Local. Okay. Thank you. 啊、Here I am.Get some. Okay, I got a gun. 靠！ Hey guys, where are you? What's the plan? Hey man, what's the plan? Oh. Well, all right. 突击侦察。我去！Ready for business. 哎，看一下。Better take it than leave it. 我靠！他们走的贼快。靠，他们走的太快了吧 ！I can follow you guys。地雷，是个火枪，换一个火枪吧。How about this?
这种枪没什么用啊，其实刚才打了一下，感觉打不出什么伤害。哎，要走了，要走了，要走了。Come on, go to the safe zone. I see some, I saw some guys. I saw the enemy. Right.这个技能我真的不知道是有什么用的，暂时没看到有什么效果，开始试一下用一下那个。Warning! Watch out for collapsed sectors. Hey guys! Hey guys! Hey guys! Enemy here! Enemy here! Oh, 靠！跑得太快了，这个逼！我靠，这一直在扔手雷。我让你跳，我让你，哎，靠，这咋回事？看都没得看了，直接跳出来了，也不让我看一下。我为什么我的语音自己就开了？没看明白。靠，那个人怎么我打了他这么多枪，他都不死？30秒是没打中吗？还是怎么着？还是他开了技能？再来，没搞明白。唉，沟通十分关键，他说。这个游戏打起来不是很好玩，感觉。本身我就觉得科幻类的游的那种吃鸡啊，都不怎么样。狐狸花俏的可能，哎，不太喜欢。Ready for squad crown rush? Only one squad can win by claiming and holding the crown, or by eliminating all other squads.How are you? Hey guys, I'm a new guy. I don't know how to play this game. Hello, hello, hello. Do you hear me? Do you hear me? Are you human? Are you human being?Are you the robot? Are you AI? Hey guys, why don't you just open your voice, open your microphone? Let me hear you.突然好想玩。哎，我跳不上去，这么高的地方怎么跳啊？啊，跟他们的兴趣爱好就是跳高高，跳得越高，他们觉得越有成就感，越嗨，越 happy。好了，我已经不能跳得再高了。这边应该从这里飞过去那边看一下。哦，应该是跳到这，跳到这。好了，然后呢？不行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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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啊！哎，跳到这个尖尖，然后不行，跳不上去。凭我的技术暂时是跳不上，哎，是可能这，跳不上去，真的跳不上去，哥。这次只有六个人呐，啊，只有两队人了，说不定能混个第一啊。好，这次只有六个人，你看，我没搞明白这游戏。Hey, where did you go? Give a mark.
Just six people, six guys. You can win. Hey, me winner, winner, chicky, chicky. 我是不是在？我觉得他们都不回答我，讲话好傻逼的样子。枪在哪里呢？我真的搞不懂这游戏，他怎么拿装备啊？这资源是怎么分布的？没搞明白。这很明显是没有的。哎，这里有，这里有。Yeah, yeah, yeah, I need a new weapon. 哦，原来那个门是可以这样进去的。我丢，我还真不晓得，原来这个是要这样子进去的，我刚知道。欢迎你的枪。这个枪要换一个枪，主机枪没什么用，能量炮，能量爆换一个。我靠，这个枪只有一发子弹啊，搞个毛线啊！算了，先跟队友汇合一下吧。这音乐一响起来，总是感觉很诡异。这个游戏怎么要这样子搞的？原来是要把那些门给敲了，我刚知道。OK, I need this. 我要进去。换一下。OK, 靠，这子弹打个毛线啊，只有五个子弹啦、啊。啊兄弟。Do you have the 子弹怎么说来着？哇，已经跟人打起来了他们。这是什么东西？我靠，人来了！敌人在哪里？有一个，先搞。靠，我没子弹了，兄弟！我靠，搞不明白这游戏。哎，还可以复活的，怎么复活？或寻找一个并激活有可用的复活点。复活点在哪里？哦，200多米，看到了，200多米。46米，有个46米。想要我复活一下。哎，怎么激活复活点？你让我复活一下。复活了，复活了，复活出来有枪了吗？复活出来有枪了吗？问题是，啊？哎，不能走出来的，复活的时候。靠，要挂了。哎，只是四个小队，这人数是怎么看的？没搞明白。哎，三个菜鸡。哦，我知道他是那里写的，不是六个人，是六个小队，有六个小队，他是说。带个球没什么屁用，我感觉，不用不带那个球。看一下，看一下我硬盘的空间呢、啊，再来一盘吧。Welcome, contenders. Today's mode is Squad Crown Rush. You and your friends against all other squads.Hello guys, hey guys, are you hear me? I want to hear yours. Can you open your microphone? Hello, hey guys.
Hello, hello, hello. This guy 怎么都不爱说话。哇靠，这个人怎么停在半空之中？哦，那里有个小墩，原来。上面这些可以跳上去的吗？为什么那些人都那么夜中跳到这个地方？这里是应该是可以跳的，我跟你说。这很明显，这个小平台是可以跳上去的。但是为什么我跳不上去啊？可能要两段跳，不能停。还是不行，还是不行。Deployment pods are ready. 这次是我十三个队伍。One must always be smart about your landing choice, contenders. 靠，原来那些门是可以打爆的。哎 ，give a mark. Secure the crown to win. Locate. Okay, okay, okay. I get your point. Okay, I got you.Alright, alright, alright. Here I am. I'm going to. This is a dead zone. You sure this place is safe? Huh? Oh, 靠，人来了，人已经在旁边了。靠，敌人已经来了。人已经来了，但是哎，枪有了，枪有了，枪有了。换一个霰弹枪。How about this？ 地雷没用，不要。这是什么？这是换一个。算了，就这样吧。刚才打了这么多盘冲锋枪，也没见能杀一个人。哎，你看我看到人了。Incoming threats. Here, this is there is an enemy here. 啊，打不到这么远。Sectors are about to collapse. 你看他们打起来。Let's get over there.不要守就是干。I've strayed too far away. 我靠，他能打中我，他打了我一下。我靠！哇，来了来了！靠！啊 ，Come on, baby, I'm dead. 去复活。我操！怎么他们打过来，我一下子就死掉了？啊？为什么我之前用那个卡特琳打了一个小时，对方还没有挂？搞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我是被爆头了吗？还是怎么的？靠！复活点上不去了。There's a fight happening.找一个复活点。The viewers have chosen the infinite ammo event. 这是复活点吗？这不是复活点，这是来跳跃。复活点在哪里？98有一个最近的。Be aware of your location, contenders. Sectors are starting to collapse. 这里过不去。靠！死掉了。第十一，不太行，这游戏，哎，不太好了。